如果你没有烤箱，又想自己做奥尔良鸡翅，这个方法你一定要试一试。洗干净的鸡翅根，加奥尔良粉和蚝油抓匀，冷藏腌制一晚上，锅内热油，鸡翅根煎至金黄，淋上调好的料汁，没过食材的开水和土豆，扣盖焖煮20分钟，撒上葱花和红椒点缀，好吃到连骨头都不剩。